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快速绑钩方法和主线连接八字环的方法，都是非常简单啊。首先呢，来看这个绑钩的方法。我们把鱼钩和鱼线这样捏住之后，在后方做一个线圈，把这个线圈这样拉伸啊，然后两个手指这样撑开，开始缠绕，缠绕一圈，扭一下。缠绕一圈，扭一下，熟练之后非常的快速。最后呢，我们这样双向的拉紧、整理，这样一个绑钩的方法就完成了。再来看主线快速连接八字环，我们把主线穿入八字环中，用手指这样旋转个数圈。把这个线头从第一个绳圈中穿过来，拉紧，主线连接八字环完成。